活，浓淡相宜，人心远近相安，这才是最好的生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，包括父母爱人之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。就算在情投意合的两个人，人要坦诚但不要透明，心要真诚但不要公开，爱要尊重更要看重，心要平静更要平等，眼睛纯净能看到最真的东西，心灵纯净能听到最真的声音。心处喧嚣，去吃食撇去干扰思绪的杂质，生命当有意义。不要为无谓的人和事浪费自己过多的精力，惜缘惜爱惜情惜己，爱好身边人，做好身边事，如此即是修行。凡事不求十分完美，差不多就行。欲望过多总会累心，越是看重的东西往往越是成为牵制你的绳索。心要宁静更要淡泊，淡泊才能做个正卧。人之容颜在于心态，心态随和容颜才能舒展。岁月如茶，有浓有淡，生命如席，有酸有甜，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人情如风，有冷有暖，路过这喧闹的城市，我们只有这一回，是好是坏都无法重新走一遍。留不住的就随缘随喜，得不到的就一笑而过，躲不开的就勇往直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